Hello， 我们店卖的那个辣椒红龙，这个是苏某，就是战车型的那种，会变胖的那种。你看小时候的那个身板就比一般龙鱼还要宽了。这企业上变大口袋啦，啊好吹到做好企业。另外整个鸡胸鳍拢是红色的。这个有两只，我刚把它鱼缸啊，这只玄武本来伫内底，即马落去啦，玄武电落去啦，底下呛毒，你知哦？真正唔知影死我。这个刚下缸，你让伊顶两缸稳定落来啊，伊就来扒。玄武即马戆戆。欢迎有空来赏龙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这只玄武。你在希望。